一下，这个是我炒的菜，然后呢，这一盘正在炒，然后这个是玉米鸡蛋煮熟了，然后这个面包，因为我第一次，这个是个新的，我刚用不会，然后面包烤糊了，先就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锅太小了，这是泡的咖啡。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安顿的很好了，这个是米饭已经熟了，然后碗啊什么之类的看到没有？肯定少餐具，但应有尽有，对吧哈？然后看一下，嘿，就是东西都比较少，但是呢，我需要用的，我自己想用的都有。红酒杯。我们昨天晚上喝了一点红酒，喝完之后呢，难受死，就喝了一点点。我的饭已经熟了，菜也炒好了，但是呢，我干娘不会开高压锅，不知道这个电饭锅呀，对吧？不太会开，就让它先放着。我们先吃点，反正还有这么多东西，先吃点这个，等晚上再说吧。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以前还挺会做饭的哈。超会做饭，啊！我吹一下牛不可以？哎呀，这颜色好难看呐，算了吧。好，跟他两个差一个餐桌，对吧？哈，然后呢，还有椅子，这些都像什么之类的都还没起。先将就着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今日份的第一顿，快饿死了，先吃饭了。两只狗子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比查没我查查可爱。我们俩现在是在去奶茶店的路上，还有三分钟就到店里了。嗯，现在是属于放假的时间。街上基本上都没啥人了。对，流浪现在在交个费，因为我们不想走太远，所以把车停在这个地方。走呗。嗯。把东西我们就可以走。又是标志性的垃圾堆，然后一转角。我的晨晨。今天又是奶茶小妹的一天。太有意思了。嗯。到了，到奶茶店了。这一份是我们店里面经常来吃的顾客点的，他们糖吃，有三份菜，其中两份已经好了，另外一份正在做。我们去有没有做准备好料的？没有。他不是糖吃吗？嗯，他是。小王带走，他不是在这点的。哦。等你翻装下来。买顾客出去。我刚刚把那个手机摆在那个地方拍视频，对吧哈？然后呢，在接单做奶茶的那个过程中，我的手机倒了。啊，你拍了个寂寞。对，我拍了个寂寞。我刚做那几杯茶可好看了，太漂亮了。因为我最喜欢做的就是果茶系列，对吧哈？做出来的颜色又好看，看着很有意思，对，我以为拍出来了，结果呢，我手机倒了，
开了个天花板，对吧？哈。等我把茶做完，然后给了顾客去看我的手机的时候，发现我的手机已经倒下了。等我把奶茶做完去看手机的时候，发现我的手机已经倒下了。然后在做奶茶的过程之中还挺开心的，很兴奋，对吧？Thank you.
你动衣服就觉得你是这个人，可以了，就是好。我是付款停车，所以呢，我就先我的时间到了，然后先往车上来，怕别人给我贴条子的。沈晨还在店里面，因为我走的时候刚好又来了几单。好，沈晨已经来了。今天是个下雨天，爸爸帮拿一下。好，大雨啊！现在对呀、啊，看我头发。我头发长好长啊，是不是哈？嗯，头发长超级快，我又要长发及腰了。昨天做了一个发膜，我头发特别的顺，然后导致我，你看我这头发的超级顺。你本来发质就比较好一点。嗯，没怎么染吗？对。你看你哦，我咋了？有，因为我没剪过。嗯，但是我发质没你好。你发质我慢慢帮你养就好。你要把这一只女放在耳朵边的，给你瞅呗。我没放耳朵边，你不就放耳朵边吗？那就是你这块地方太贴了，是吧？应该是我、哦、好小啊看我头好大呀、嗯、跟远一点就是好、我们走吧嗯，不拍了嗯，外面在下雨嗯，好拜拜，我们先让那个回家再拍吧嗯，你也看那么的怪像，我看自己头比我小了，原来看到对了这边哎，搞笑了，好关了，看一下这个猫猫好可怜呐、啊，然后主人没回家吗？然后被关在门外了。嗯，它还在看我们。这猫怎么这么乖呀、啊？它就在门口哈。嗯，走。我们已经到家了。哎，这个门还是好开。那我弄来，你把钥匙就断了。钥匙要是断了，来。这我的钱钱。嗯、不好开对吧哈？没有。哎，钥匙该不会被我扭弯了吧？对呀、啊。我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嘿嘿，黑洞，无限的黑洞。好了，又到我们的乌托邦了。我们的乌托邦已经占满了垃圾对吧哈？哎。垃圾要到了。那咋子？我们俩的鞋，还有穿的，嗯，今天把十万都被自己穿哭了，嗯，我们现在开始躺平，然后家里面因为那个灯是坏的，所以
斑茄，这个樱桃斑茄被我们俩吃了只剩下这一点，然后一壶茶，一人一壶茶，对吧？在这地方慢慢喝喝茶，然后聊聊天，等会儿的时候就去洗。